是不是跟你爸要了1000块钱啊？啊啊，是啊，我就快七夕了嘛，然后想给你挑件礼物，但是我手头又比较紧，所以就你爸手一抖，给你多打了个零。啊啊，是啊。那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把他给拉黑了。拉黑了？啊啊！你不至于吧你？就因为这10000块钱，你把你爸都拉黑了。他可是你爸呀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就找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那你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也把他给拉黑了。走，走，老公给你选礼物去，走。走。我想去个洗手间，你等我一下。嗯，哎。阿姨，这是杰然给您和叔叔转的2万块钱，您收好了。那祝您和叔叔节日快乐。